在中国科学家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的作用。谢谢。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，这些成果是中国科技界奋斗的成果。当同时，这些成果也是人类抗击传染病长期以来所积累的智慧的一个结晶，是一个共同的成果。我们面对共同的问题，我们期待共同的成果。那么，这个成果应该是毫无保留的与其他国家分享，任于治病救人。 关键，各国期望都很高。抗敌疫情在国际合作方面的情况，美国一些政要采取了一些污名化做法，一些不当言行啊，的确是损害了中美合作抗疫的努力。 损害了中美关系的气氛，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。争取的时间、积累的经验，提供了帮助。中美在疫情的研发、药品的研制方面都是走在前面的。我们的合作对双方有好处。 对人类有好处。我就带广大的海外网友提一个问题：中国当前国际疫情爆发，再次凸显了各国命运相连、休戚与共。